这也是他家的院子，这也是他家的大门。嗯，这家几个大门了？你看，你们河里出来吗？那河里出了那河里，那河里就出来没点儿的。那我河里还有一个毛毛哦，我东边还有个毛毛。这个旅馆也叫这个啥？这个院子吧。哎呦，也塌了。哦，这也是塌了啊。你去看好东了。哦，拆了，你看这个大门多气派了。哦。2米，快3米高的大门。嗯。你这儿还有一个，又是大厅，东西排法也是。哦，哎呦，你看这塌的。哎，真的。就几个立柱在这支撑的了啊。嗯。这里靠了一些，又是篱笆的，整个讲的是大厅，两面排坊，还里还个耳机嘛，也讲合理的了。是啊，进来看看，哎呀，啊，对面是个影壁墙，这以前是个大门，哎呀，这是上马石，啊，就是在嘛，一段呀，这还也了，走了嘛。啊，那是个上马石啊，应该。大家好，我是三金油，我现在的位置在山西榆次的南庄村。啊，这是以前是街门。哎，这个影壁墙保存的好了。嗯，这是狗粮，它是不同的，就是说它冷的。这是冬天嘛，这下面修的。那再跟我这差不多，都是东方西方合的。嗯。这是拆了呀，合的拆了。啊。又是把厅给拆了。这个也是拆了，把正房给拆了。把正房给拆了。啊。你看那还写个碑，我上到房了。我看看啊。啊，那都是古字儿。古字儿。乐天轮，哦，正房都拆了，就剩个东西房了。哦，腿子，那个石头，这是个香炉，哦，这香，这是香炉啊。嗯，应该是个香炉哈。还楼头还有个落字，我听听哪个落字。嗯，是福字还是禄字？禄字。OK， 多少钱呢？再讲了还漏。对，要石头。啊，不是，那不叫石头，那叫齿纹。OK， 那行了，再火火。那上面那火，那些火，那到后来。啊，那些花。再聊一些字，再来看。嗯，都给我倒了，怎么样？这个是都倒了，看，这不是一粒一粒的，是吧？对。那这儿那是些什么字？倒，篆字。这咱可不认识。嗯、这都以前都是带字的。那都写的字儿，都倒了。嗯，篆雕字。这黑边儿，这黑都给我倒了，你看都给我倒了都。再又想这个毛毛，还有个儿子，这是还有。土地啊、哦，嗯，这是个土地爷神堂。你也将来，哎，看上面还有彩绘了，上面的以前都有彩绘了，嗯，你看还有颜色了，是了，我都点了。嗯，都看不清了，看不清了就都点了。哎呀，最可惜的就是这个银帘没了。这儿吧，嗯，这边，这些文化到外面都倒了，对，这些字都倒了，字儿都没了，嗯，其实能恢复了，我觉得啊，新一包不倒后的，就剩直接挺好啊，那新一包不倒后的，你看就这个房子才可看得可怜了，你看，你看这塌的成了啥样子了，啊，那个这下庙你们家庙里塌了，哦，你看那塌成啥了已经，几脚的水不怪，它就塌了。你说一脚是他早就都拐好了，早就收拾了哈。那是有点钉子，没那钉子早就塌了。再一块，哦，你看这是排水口，看那，这是那个鱼就出来嘛，就出来那水。嗯，看那排水口。哎，就剩这几根木头在这支撑的了。哎，估计明年也就塌了。是。明年他说好种的，好了，他就拿了，一拿了就不行了。嗯，你看，这也够结实的了啊，就。
靠这几根木头木柱啊，立柱在这撑着了。啊，没事，就塌完了。还是过去的房子还是结实。啊，你看这窗户，看这窗户。可惜了。可惜了啊。可惜了不？嗯。原来可好了。可好了。原来从稻田运。是吧？都倒砸了，全倒砸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再见。